们是时候返回萨古拉斯了。我跟黑暗圣堂武士的族长 Rashagar 还有些事没了解呢。在对查尔星球上的主宰发起总攻之前，我们还得将他从部落中偷偷劫持出来。不过他的保卫者们不会轻易让我们把他带走的。那些水晶塔正在产生某种电磁力场，阻止我们的空军飞行，我们完全无法提供任何空中支援，所以需要一些新的战略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声东击西，女王大人，然后在混乱中把族长劫出来。你的计划是什么，杜然？星灵的泰马特罗斯哨站建在一处平缓的山脊上，基本上不用担心任何地面进攻。但是泰马特罗斯是有几处相邻的水晶塔来提供能量支持的。我觉得只要我们能让这些水晶塔产生电涌，就能导致泰马特罗斯的能量网络过载。过载造成的爆炸应该很适合掩护我们偷走族长。直接、简单、狡猾，我喜欢。就这么办，杜兰。脑虫，你负责为杜兰提供掩护，让他潜入水晶塔区域。不要让任何东西阻拦我们。我在呢，当然。
做些什么吗？是长官，马上办。是长官。
而需要更多的晶体矿。
为你做些什么。水晶塔设定为过载，进化完成，交给我进化完成，没问题，我不会遭到攻击。设定。紫水晶已准备好过载了，交给我吧，马上搬，交给我吧，没问题。我方不会遭到攻击。
我在呢。进化完成。我反而被遭到攻击。
击。炸弹已设定。设定为过载，女王大人，最后的炸弹已经设置好了，只等你一声令下了。非常好，高虫，派我的部队到这个星球上去，把他们的族长带回来。杜瑞，引爆炸弹。正在执行引爆。